团长超级尬，嘎嘎嘎嘎嘎！超级星饭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X Form 段金星。谁是最注重皮肤管理的？孙浩。谁是最会养生的？梁朝伟。谁是最会刘冠佑吧？谁是身材最好？唐九洲吧。他是待开发型。队友里面谁是最邋遢的？你们做个人吧。段星星 ，X Form 最邋遢的就是段星。谁的饭量最大？我。谁最有偶像包袱？段星星。谁的洗澡时间最长？不要说自己。这个真的是我洗澡，我很喜欢把蓝牙音响连着，可能在里面练起舞来了。Round one， 那他不看啊？是人吗？可以是人。可以是人。李逵，李逵。还有辫子吗？你看过没有？你问我这个问题。我看过，我是回忆，因为它有一点年代了。它有一项技能跟你本人很像。中华小当家。叫什么？他叫小富贵。他姓刘。刘富贵。Round two。还是跟你有关系？跟我有关系，有什么关系？你比较喜欢他。比较喜欢他。跟刚才那个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小字辈的。小。小邋遢，小小小小，跟四有一点关系。去黄人什么吗？去了呀，小黄人，小黄人三个字。那里边最火的那个人是谁？最火的那个，对不起，很火的那个。哈利波特。哦，小天狼星。哇，这个脑子呀。Round three， 几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又是四个字，可以问问题，你可以回答我是吧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那你告诉我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人。人什么什么什么人？霍比特人。你很喜欢，从小都很期待。我又很喜欢了。我又很喜欢了。每年冬季限定款的，他有自己的坐骑，红色的。圣诞老人。太难了。倾城，我从960平方米的高级大床。960平方米的高级大床上醒过来，跑步到床边，跑步到床边，穿上高奢定制拖鞋，我笑了一下，嘴角透露着三分讥笑，四分凉薄，五分漫不经心，天凉了，让王室破产吧。说好和 Bat， 个人的话是更喜欢哪一首？非要选一个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 Bat， 有自己的态度。 I like it。 马上就年末了嘛，艺人们会不会有一些 KPI 之类的 KPI？ 发多少张微博，多少张自拍？没有，我是典型的不太喜欢所谓的营业。之前参加了《机智的恋爱》的综艺嘛，什么样的女孩会第一眼吸引你？从内心深就散发出来那种自信的，首先会吸引到我，感觉会很有气场。节目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磕的 CP 吗？快把民政局给他们搬来。最近还有没有在磕的 CP？ 没有，我只是偶尔看到了，觉得挺甜的，很配。不会说啊，我要追他们。在健身房最长的一次待了多久？最近最长的一次也就一个多两个小时。如果有粉丝想做身材管理的话，有没有一些运动适合女孩子做一些？可以给大家安利个东西啊，弹力带，根据你每个人的力量，然后你去拉扯它。可以练胸，可以练肩，可以练腿，可以练腰，可以练腹，它哪都能练，也值得拥有。你知道他们叫你贵州歌王吗？这个锅我不背。你知道你欠他们很多物料吗？我没有钱啊。下一个星期八大概会是什么？哎，我就说了吧，不瞒你们说，星期八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之前录的素材也就丢失了，没有新的东西去补，所以我今天其实录了一个工作日常，想一会儿发出来弥补一下嘛。你前一段时间去的那个环球影城？是的。之前不是说特别想去迪士尼，有没有计划？已经计划过两三次了，毕竟贵州歌王嘛，自己都歌，希望以后有机会早一点去，给大家拍个 vlog， 去了就会拍。洗澡的时候会对着镜子洗会？为什么从来不给大家看腹肌？太多人都看腹肌，看看腹肌太无聊了，看点别的。不是不是，就是不要只是在看腹肌，你知道。最怕因为什么事上热搜？最怕因为段奕馨唱歌太好听上热搜。低调一点嘛，让大家知道我那么厉害。如果听见男粉叫你老公，你会？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说会喊啊，喊得好，下次别喊了。现场吃半颗黑蒜，你带了吗？谢谢啊，来。干嘛？怎么感觉还是烂的啊？这个半颗嘛，没关系。我嘴巴现在还没有碰了哈，只是牙齿碰了哈而已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天哪，这是我这辈子吃到过最糟糕的食物，没有之一。到我了，抽到了就必须做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希望下一个老师抽到我了以后，如果觉得很难的话，来私信我。
大象转15圈，跳 so hard， 加油，你可以的。